Hello，哎呀妈呀，这哪里的小帅哥呀？哪里的美女？啊，你们家的。哦，我觉得美女，我好开心。我晚上什么都不穿，等白天我必须得穿。你说晚上不穿啥？我晚上从来都不穿衣服，那我都是赤裸裸的在睡觉。我也是啊，我们是一样的。我也本来晚上什么都不穿的，我现在直播间我就穿这个背心，但是我没穿裤子。你多大？你给我说，你有对象吗？我没有对象，我太难过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？凉拌，你先说说你喜不喜欢我们中国女孩？我就喜欢你一个人。你只喜欢我一个人，为啥呀？你把我你还没有忘了呀？不会的，你只在我心里的，能不能给我们唱歌啊？唱一首歌。对，我觉得你唱歌非常非常好听。你敢当着你们家的人，你说你爱丹丹吗？你爱丹丹不？爱，你爱我哪儿？太爱，我爱你，我 你爱。爱我，爱对，我是不是像老鼠爱大米一样爱？那必须的。他很可爱的，他也是现实中的朋友。我们家的人都不敢相信你是我朋友，你最近怎么变那么漂亮？对。那还不是因为开直播就化了个妆吗？那不化妆那一样样丑。那个是美，它是第一是化出来的，第二是美颜的。如果不开美颜的话，我很丑。我以前穿衣服都是穿那种衣服的，我今天穿了个裤子。我觉得你好漂亮。我哪儿漂亮？你说。你哪里最好看？全部好看，全部好看，全部好看。妈呀，我也有丑的地方，那我妈妈都没说嘛，你的心，我你的心嘴也巴很漂大，亮。我眼睛小，脸蛋儿最好看。我跟你们说，那我在我的身上还有那一样是最好看的，那是你们都看不见。只能我能看见是吧？娶我谁能看得到？那不娶我的话看不见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脸上除了这张脸，还有这个特好看，超好看。我也是一样的，我也是一样的。你们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我最好看的，但是只能你一个人能看到，其他人不能看到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把我们家的人都逗死了，俺们家都100号人了，让你给逗死他们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们家人都说了，我身上最好看的是两个啥，那我都不认得，真的。我发现哎，我说。你都把我的名字忘记了。我变瘦了，你们就感觉我好看了。你太好看了，你还记得我的名我字变吗？瘦了，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？你哎，还，知道呀。我叫啥？那能再这样说吗？再不能在这里说吗？我再给你说一次，我再说给了你他说们一次。全听见了。我改你了，说。我改了，我以前的那个名字我现在不用了，我叫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哎呀，你们这起网名风靡是要占女孩便宜吗？是不是？我叫老公，能不能叫一下我的名字吗？我学不来。记我的名字呀，我让你知道我的名字呀，
你都不你想少，做？你少忽悠我，你啊，你一天天没有啊，拿起我的名字，你可以说一些我的名字，比如说我在说你的不名像，字，宝贝蛋，那是你的名字，那我的名字是，我这边的人没人知道吗？我最近不开播，没什么人，你你看有我多少人儿？1万多。1万，这不知道，那我说。直播间对呀，我直一播万多间，人儿，对呀，我直播间人现在就是1万人在看我的直播间，但是我觉得太，我勒个我就去，我就我，真的1万个人，牛牛逼 class 你啊，我觉得太你要少了，我觉得1万也太少了，我还需要100万。好久没太开难播了。呢，好久没开播就是会这样的，我也是一样的。那个啥，你有空了来我们兰州玩，我随时欢迎你来兰州玩啊！你在篮球吗？我现在在天水，等过一些，我跟我妈就回兰州去了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先说一下我的名字啊，我要下播，我现在要下播，但是你都不认识我，你都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你叫什么？因为英文字母我本来就不认识。真的，那我的中文名字你还不会吗？我不认得呀。那关键是英文字母了，我真不认得。不我要们英文了，不直要播英文间的了，人有没有认识的？我我不要英啊，文了，不要英文了，我是我的中国名字，你不知道吗？叫老公吗？对啊，我就那是我的名字呀。这不赤裸裸的让我喊老公吗？你说一下，我没听清楚，你说一下我的名字。那不就是喊老公吗？你说一下我的名字，就是感觉很好听。我的心都跳起来这了，好听吗？太好听了！笑死人了你！我只有你一那个么漂嘴亮，巴，你那么漂亮，还会说话，你在啊，网络里面，女孩都很漂亮的。她那个人啥，没有丑女孩。